30秒到达战场。哎呦我操！啊，这得拿个头啊！什么？你也没有人头？没事 ，ADC 不需要人头啊！你叫什么人头啊？我 DF 还没有了，我也没有 DF 了呀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都是哥们，怎么这么斤斤计较啊？做人要潇洒一点啊！气死你啊！黑子说话。怎么又僵尸了？还能杀没杀啊？单没单杀？走位，我戳死你！快来快来，难道哥哥？顶不住了，兄弟，完了，我死了。不要犹豫，他飞过来了，怎么办？完了，害人了，快跑！不是，我没蓝了。螳螂来了，这伤还没打出来。
没事，六级了，有破绽了，有大招了，应该是打得动他的。你还刷破绽呢，这么细节。戳死你，还装备。啊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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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是不走。你能干死我啊，我就不信了。他有回血，我也有回血。来，怎么他回血这么快啊？满了。他怎么不一技能跳走呢？好奇怪哦，不跳走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吗？不要犹豫，搞不懂他怎么想的。哎，反正我是起飞了，这把感觉要爽了。反正是出水银鞋，总不能出 CD 鞋不假鞋吧？买了买了买。下巴咋办？我也略懂一些扎克呀，下巴咋办？这个扎克玩的不行，下巴我来啊。我吸血确实多啊，这一口。
等会儿别急，有变数。没让我掉塔皮是吧？我就怕他故意让我掉塔皮就难受。换个扫描啊，因为老是戳不到这个螳螂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说实话，这把感觉已经拿下了，我带线对面管不住的，等一下。大的留着干什么？我不是刚开吗？这是朝了一个螳螂呢。这一枪两拳，塔皮拆的也挺快的。哎，卖了卖了，不要了。哎，拆慢点，别拆了。烫不死这个血量。辅助应该是死了。我好像打不过螳螂啊，现在他有点肥。还是先刷钱吧，700块。我弹了3点套了，精准而优雅。不是他哪来那么多钱？妈拿的全是赏金头，不是一爪就把我掏死了，3金套了，就14分钟3金套，5分钟一个大件，还不到呢。马上就好。这汤都没得喝啊。跟着他们混捞不到好处啊，都太肥了。唯一漏车的方式被我找到了，哇！
就差这个炮挣钱，怎么尬住了？我们回家等钱吧。或者我在直播间。怎么说，打团还是拆塔？我的任务是不知道，感觉自己立大功了，虽然我也不知道我干了什么。打得不错啊。他一爪子就差点给我秒了，他伤害太高了。欺负一下 ADC 还是很简单的啊，真猛呀哥，把螳螂都秒了。没事，到这里回城就获得一个蓝 buff， 可以。死了，不用我看了。我的发！打辅助我是专业的，交给我。只会打辅助，我真服了。他们卡莎输出也很高啊。没办法。A 闪怎么 A 闪呀？啊，往哪闪呢？那波特在哪我都看不到。他波特在前面还是在后面？真看不到，我的 A 小鼻吸血呢。往哪闪呢？我都不知道波特在哪。
那伤害太夸张了，两个技能还就能杀人了。闪电松鼠伤害可真高，那可不咋地，很吓人的。你要不勾个炮车吧？小小辅助也敢惹我啊？打的就是辅助。啊！